我们姐姐带的第一样食物就是虾仁，虾仁还有大量蛋白质，是你们最喜欢吃的食物之一。除了蛋白质之外，虾子含有虾红素，你们吃了也会变漂亮哦。现在看到姐姐面前有一只身体长长的、长得像鲨鱼的鱼吗？它不是鲨鱼哦，它的名字叫硬鱼。硬鱼有非常特别的器官，就是它头上有个吸盘。这个吸盘的作用可以让硬鱼吸在鲨鱼或是海龟的身上，这样硬鱼就可以不用游泳，就可以到处跑喽。看到吗？对啊，对啊，挥挥手打招呼哦。眼睛又大又圆，身体有黑色条纹的鱼吗？它叫做圆眼燕鱼。燕鱼小时候跟现在长得完全不一样哦。小时候的燕鱼长得像枯叶一样，所以又叫做枯叶鱼。那为什么？